今天10月16号，啊，这个昨天晚上，啊，10月15的时候呢，而且是月食，啊，偏食的。这个像日食、月食的时候，如果行善事、做功德，是平时的10万倍。这个从天文学上来说，啊，这是一个小常识啊，就是太阳、月亮、地球在同一条直线上，这个三个比较重要的星，在一条线上的时候，它形成的磁力线是很强的。对这些天文的了解，对修行者是非常有利益的。以前我们佛陀有讲过，着重讲过这方面的修法。特别是讲这个十轮金刚的时候，就外十轮、内十轮、密十轮。这个外十轮就是指外在的这个啊这些运行规律。那我们本身人就是这个地球的产物、宇宙的产物啊，它这个里面也会呈现着外面的规律。那通过外在的规律，我们比较容易得到人天相应的忘我的这种啊高智慧状态，进而呢达到一个永恒的啊世间的时间。在《金刚经》里讲到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从时间上来说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这是我们凡夫的概念，一般概念，在修到最高的智慧的状态的时候是超过这个的。这个是佛法不共的，所以我们佛教经典只要你打开，都是说一时佛在，它不是说过去什么时候、什么时候佛在，也不是说现在什么时候佛在，也不是说未来什么时候佛在，它是一时佛在。所以我们佛教徒所修行的，它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是啊。它所独特的，哎，具有了生脱死、超三界的功能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。我们昨天在，椒江那边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些居士也来陪吃饭，他们就提出说，现在啊，都在这个推广这个儒家的学说啊，比如说《弟子规》等等的这些儒家的，本身推广这个很好，但是他们因为学了这个之后怎么样呢？他们学了这之后，他们就拒绝再继续学佛。他们认为人做好就可以了。作为当今这个社会阶段来说，弘扬儒教的思想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们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，去中国化、民族虚无主义，甚至达到非常啊严重的状态。甚至我们啊解放之后啊破四旧啊，我觉得在当前这个时代，啊，能够弘扬、普及、补课、扫盲班，哎，来补这些《弟子规》等等的，哎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佛教能涵盖儒道，那个是这个千百年来大家都知道的，但是你道和儒呢，涵盖佛教那是涵盖不了的。所以我临走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如果遇到这样的人，你就问他学儒教最高境界是什么。最高境界就是做一个父父子子、君君臣臣，就是说父亲像父亲、儿子像儿子、君主像君主、大臣像大臣，这就是儒教的最高境界。哎，那我再问他，我说那道教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，知道吗？你问问他，道教最高境界修到最高，也就是升到天上，当一个天上的天明啊。但是诸大天王都是皈依佛的，他们还学佛呢，你怎么可能说啊，你说啊，这都一样的，
这一样，你根本不了解。哎，你君君臣臣，臣像臣，君像君，君还学佛呢，还给佛磕头呢，对不对？哎，父父子子，爸爸还要学佛呢，哎，就是说，你否则的话，你不能够了解，不能够这个达到一个超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这个智慧。这种智慧是世间少有的，这唯有佛才独特的有这种智慧。所以佛教就是智慧啊，觉悟，没有哪一个会觉悟到这么深的，哎，所以佛一般啊，一边是让我们了解苦、生老病死，另一方面又解决忧之苦、目灭啊、断集修道。这个在世间上是其他的都没有的，所以佛教不仅仅涵盖这些，佛教涵盖了这个我们人类现在已知的其他的文明，也包括我们现在21世纪的这个科学。佛教能涵盖当今的科学，但科学反过来。对，不能够忘佛教的项背啊，看都影子都看不到。现在的科学前沿的这些知识，让人们了解到2000多年前佛所讲的奥妙。最前沿的这些科学知识，才了解，从这个才了解佛讲的正确无误。那既然我们举国上下。全世界的人这么崇拜佛科学，那佛教是跟科学一样的，而且佛教是超科学的，科学都无法望其项背的。虽然佛从熟敌的角度啊，视线涅槃了，但是从金光明的角度上来说，佛是不生不灭。但是我们讲那个涅槃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涅槃本意的不生不灭的境界是什么。我们只从凡夫的角度，涅槃就是死了，死了2000多年了，好像，但是不是涅槃就不是死啊？涅槃叫不生不灭，海枯石烂了，佛都在。哎，跟你说，地球都灭了，银河系都不存在了，佛还是存在的。我们这个就很难去理会，去想象佛这种永存的这种，哎。佛是永存的。一般性，我们这个佛教里很少来讲佛的什么，哎，因为更多的我们世间的人会想，我们因为人还没做好呢。就好像这个现在有的人说，哎呀，那个学儒教就好了，我们人做好了，就做人就做好就可以了。确确实实对当今社会来说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啊，做好人，这是社会的一个需要，哎，但是还有佛教里还有更深深的，哎，从做人的角度上来说，甚至我们怕我们凡夫落在断的一边，也怕我们落在长的一边，因为断见和长见都是很大的一个邪见，所以你要如果告诉他佛常住不灭。那这个佛的常住不灭跟我们这常的见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？当然很大的区别。凡夫所见的一切，它是不了义的，哎，所以呢，还是要通过好好的修，修到后来证得，哦，所以佛转法轮呢，一生当中三转法轮呢，初转法轮就是转破人我执、法我执，然后菩萨乘，然后就转。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那三转法轮的时候讲，就是讲如来藏的光明。这个如来藏的光明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金光明。而且这一方面，大多数佛是以密说的方法，所以佛教你表面哪怕讲浅显的时候，其实内在还是有很甚深的部分，只不过平时我们有时候不去讲那个甚深的部分。因为这也要对机说法的，但是你要提高，那还是要研究讲到的这些。现在我们佛法啊，
也是，哎，也是恢复期啊，也是希望我们在座的佛弟子能够多抽出时间闻思教法。你闻思之后才会开智慧啊，闻产生闻的慧，思产思的慧，修还产生修的慧呢。你一闻的时候你听明白，和你仔细再去分析然后再产生的这种智慧还是不一样的。你闻的时候还是说的人，台子上面说的人的智慧啊，你听到之后激发了你，你当思维这个课题的时候又产生了结果，你这变成你的智慧，然后修，继续去修，去实践这种智慧的时候，修的慧是什么？是你受用得到的，受用的啊，受用的智慧。哎，光属于你的智慧有时候还不行。像这次我们去终南山那个净业寺，净业寺啊，路上就有四个大字刻在一个大石头上，解决起行。解是理解的解，觉就是什么？没有你思考，没有你分别逻辑，才真正的开始修。你产生了这样的定解之后，你就要把所有你的分别心要卸掉，卸下去，因为真理遍及一切处的。真理不仅在外也在内，真理不仅在佛身上也在我们凡夫身上。佛证到了我们也能证到，那证上靠哪证？不是靠你，哎，你既要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汗毛去证，同时要超越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汗毛，更要超，你更要把你的分别意识要停下来。所以这个解决才能起行啊。华严经当中啊，53位菩萨，十性位，十行位，十住位，十回向位，十地位，从性之后才能去行。那性是要靠理解的，那行的时候呢，行的时候恰是要把这个理解要停下来，解决起行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，在座的佛教徒你知道啊，那性愿行，包括念佛的这个信愿行，这个信不是一般的信。如果是一般的信，我们这个佛就不要告诉我们这是男性之法了。啊，我们念的那句阿弥陀佛，跟永嘉大师讲的正道歌那个见地上是一致的。只不过呢，果地的诸佛菩萨是有大愿的。这个愿是什么？愿度尽一切众生，愿提携一切众生。这个愿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诸佛菩萨的这个愿，同时我们在解的时候，我们在信的时候，我们又能跟佛的愿相应。哎，那怎么应呢？那也不能错乱因果，还是要秉着我们众生的因地，佛性的因地，然后靠着诸佛的提携，然后速超到佛的国海。哎，这样子。所以啊，我今天在这边先是啊给大家讲一点这个，以后你们读经啊能想起这些话，你就更容易深入经藏。哎，下面我们交流交流好不好？否则的话你们坐在那要打瞌睡的。他第一个问题说，有好多居士在禅修，有想打通任督二脉的想法，请师父指点。啊，这个任督二脉呢，这不仅是儒教的了，这是道教的概念。但为什么我们佛教里不提倡这个？为什么？昨天晚上刚刚有一位居士问我这个，啊，他说现在啊，在某个地方某个医生啊培训班，几天就能帮别人打通任督二脉。但是他看了这个智大师的小指观呢，啊，六妙门呢，这里面并没有讲到这些。不仅仅智大师的这个禅修这个书籍里面没有讲到，我们佛教里也没有讲到这个。那你想打通任督二脉，我反过来问你，你任督二脉难道不通吗？请问在座任督二脉不通的请举手，有没有？
有没有？肯定没有，只要你还活着，肯定没有。啊，躺在棺材里的才任督二脉不通的。哎，任督二脉本来它就是通的。只不过呢，通过你这样的观想啊，啊，你这样的修炼呢，有可能会对任督二脉的这个通行呢，就是说加强一点。这个就像高速公路一样的，两车道的哦，那个车流量多了之后怎么样？比较拥堵，它这个路还是通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哦，要把它两车道改装成三车道或四车道，让它变得快速一点，就这样意思。我们的本来的任督二脉都是通的，但是我昨天怎么回答他呢？我说我们佛教为什么不提倡呢？因为任督二脉这个是你修任督二脉，这表明首先你对佛教的这个智慧不太了解，第二这个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任督二脉的增强会增加我执，增加我执和法执，同时也会增加烦恼。从了生脱死，从啊这个破烦恼啊转烦恼的角度上不利啊，这是有过失的。所以我们佛教只提倡啊，转烦恼成菩提，把散乱气归于中脉，而不是任督两脉。所以佛教里不提倡任督两脉。这个是佛的智慧的，佛的大智慧啊，世间人看不到这一点。嗯，道教里面提不到，没有中脉这个回事情啊。他们最多就是说任督两脉，然后通过啊这个生泥丸功。但是泥丸功跟佛教的凡穴也不是一个概念啊，也不是一个概念。所以这里面啊，这个佛教涵盖了儒道的哦，大家好好的学佛的话就会涵盖这些的啊。而且我最终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打坐是为了获得更深的宁静啊，更甚深的智慧。通任督二脉的话是你入定的时候慢慢定下来的，呼吸都会减弱，心跳都会放慢。哎，不是说打坐打到那边哇，两个任督二脉像啥什么转那个什么一样的啊，转那个啊，在道教里比喻它好像是那个农民踩水车啊，车水。哎，它就是过去是那种比喻嘛，对吧？道家的书里面也有这种。我们佛教不是这样，我们佛教还是尘埃落定，尘埃落定啊，讲一个定境，定境，然后由定境而生发的智慧。哎，佛教包括讲定，定的目的不是在定，定的目的是为了生出慧，而不是这个枯木定啊。所以说所谓的偏空定啊，顽空定啊，如枯木一样的定，也不是。定是为了生慧，所以佛教从慧的角度上说，哪怕你动中你能生出慧来都是好的，如果你定中不能发慧那也不是好的。哎，更何况什么所谓的任督二脉，这任督二脉来跟定都谈不上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受了在家菩萨戒，在六斋日应受八关斋戒，那这个八关斋戒是的戒体是自动产生，还是要去寺院特别另受？如果特别再受的话，一定要从私受，因为寺院里的比丘或比丘尼师父都很忙，或者自己在佛前亦自受亦可啊，这是这样的，你至少啊要有一次啊是在师父面前受。
按照戒律上来说，八关斋戒是全部要到寺庙去受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寺庙不是那么多啊，不像古代啊。那宋代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在杭州有1000多家寺庙，温州的话以前大概寺庙也很多很多的，很方便的。寺庙就像你家的隔壁邻居差不多，拐两个弯就能到庙里去，到师傅那里去受戒去了。现在不方便啊。那但是呢，有一些师傅他有威德力啊，他有开许，他给你受了之后开许以后，你可以自受啊，在佛面前你可以自受啊。而且呢，有机会的话呢，只要有机会，你还是应当到寺庙里来，到师父这边来给你受啊。因为八关斋戒的戒体它是会消失的，它不像五戒，五戒是尽行受受持啊。那我们这个八关斋戒呢，它是24小时，24小时到时候自动消失的。所以呢，你实在不方便，你可以跪在佛面前向佛禀告，然后观想佛笑眯眯的跟你答，是吧？善哉，可以啊。但是呢，一有机会还是要到寺院师父这边来受啊。第三，因为书生的习气，有时烦恼扶不住，心随境转，有什么力量的方式来克服啊？心随境转，是的，所以要多念不动如来的这个南无不动如来，南无不动如来，那都不动如来的心咒，不动如来。所以我每天早课的时候也都会第一句就念妙战总持不动尊啊。多我想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佛性是不动的，如如不动的，境界是生灭的，境界是生灭的。所以啊，多去哎，这个你要想不被烦恼障，那你要多安住在智慧门中啊。有说，请问师父，明心见性是佛法的核心思想，怎样算见性？在释迦牟尼一生的无数次说法中，有一次是非常特别的。据大梵天王问佛觉一经记载，这是一次无言的宣讲。一天，三界的主宰大梵天王为了要令一切众生得大利益，在印度灵鹫山请佛说法。他手捧一朵金菠萝花，举过头顶奉献佛陀，并将自己的身躯化作庄严宝座。然而这一次，释迦牟尼却没有说话，他只是轻轻地拈起一朵金色的菠萝花，默默地展示在弟子们面前。众弟子不明所以，都感到十分茫然。只有一个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，他就是摩诃迦摄尊者。释迦牟尼当众宣布，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诸摩诃迦摄。理论上讲是明心见性很重要，从实际上实践上，明心见性是一个殊胜的因缘，就像念阿弥陀佛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一样。阿弥陀佛就是心，阿弥陀佛就是性，那你怎么明阿弥陀佛，怎么见阿弥陀佛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。从实际上来说，最重要的因缘就是有已经明心见性的善知识的提携啊。你心里虽然，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，
但是我们佛性的显发还是需要通过善知识的提携加倍，我们才能够自证，自己看到啊。从佛教上面修行上面也叫始觉。那净念相继不令间断护念的，这就叫修行。所以叫见道方就道，见道方修道，不见云何修。这次我在苏州的佛教音乐会当中的一开始那个开示就讲到，哎，那我读的那个段是唐太宗皇帝的大唐圣教序。这个天地啊，载福万物啊，事实变更，天地我们容易见到，但对于事实我们是看不到的。对有相的东西，虽然是愚昧的人也容易看到，对无相的东西，虽然就是有智的人也很难以觉察。况乎佛道从虚，幽控万类。佛法看不见摸不到，你要把它讲清楚，你还讲清楚，那都不知道它在哪儿。佛道从虚，幽控万物啊，一切都是从这里长生出来的。哎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确确实实啊，不管在家出家，文思修很重要。一个人能钻研佛法，了达佛法真谛，修持在这个正法之中，这也是众生之幸，国家之幸。哎，佛所讲，一个人会真念佛的，四十里路之内无天灾人祸。那见性会有什么改变？见性的人还是要护念的啊，因为我们的习气是很重的。我们达摩祖师说啊，以后的众生见性者多，修行者少。我们现在人很聪明的，你跟他讲讲他就明白了，但明白归明白，他就不按照他做，他就不相信这个明白有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福德、无量清凉，是如意宝珠、牟尼宝，不相信。哎，你给他10000块的利益，他就把这个给忘掉了；有的给他100块，他就把这个忘掉了。哎，因为我们讲经说法的呢，大家哦，法会本来都很好，但一说要发结缘品了，就乱掉了。他就忘掉他的佛性有多伟大了。哎，所以佛说这是难信之法。他不相信这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不相信这个与诸佛同体，就不相信这个是可以了生脱死、永出苦海。众生的习气很重很重的，一点点那个轮回的影子，他就去轮回去了。哎，他不相信那个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所以这个明心见性，心就是无量光明的，他的性质就是不生不灭的，是极乐的。但是我们就是见性的呢，我们也不会升起这么大的一种，这么大对他啊如获至宝的这种状态。嗯，就好像佛的戒一样，我们受戒的时候都说如龙护珠啊。嗯，但是我们得一个戒，我们不觉得什么，好像觉得啊还是师父推销给我们的。哎，算了吧，给你个面子吧，我就受一个吧。他不知道我给你的这个一条戒，那个戒，那戒还了得啊，是佛的戒，你就跟佛接轨了。哎，守戒超过自己的命啊，有多少人会？你比方说明心见性，我守着它超过命了，给你个戒也是的，都不会守啊，看哪时候不方便，哎，师父我那个不要了啊，戒就还给我了。
如何训练无我啊，如何训练无我，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主要就是说要明白这个我的这个害处啊，害处是多少，一切痛苦都是从我生出来的，不是五浊恶世请你来的，是你造了五浊恶世。所以这个世界啊，我常把它反过来说啊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造的，要深深的去认知我的过患，然后才能够，你才能对这个无我，才能够，佛告诉了很多无我方法啊，你每一个就会很受用的。您好，我有两次梦见阎罗王，第一次他说我心好，第二次他来给我家人治病，可是我看到他就很害怕，我天天念佛，佛不来看我，鬼王来看我，我越想越害怕，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他了。鬼王也是菩萨呢，地藏经里不是受记了吗？那个格鲁派的祖师宗喀巴大师，他非常著名的一个护法就是阎罗王。我们佛教里很多的这些成就的大师，他们的护法都是阎罗王。能得阎罗王高兴喜欢护念，那是很荣幸的事情。请问师父，皈依三宝的弟子可以念金刚萨埵咒吗？如果可以，要如何念啊？可以念的，因为这个咒法王已经开许了啊。嗡班扎萨多哄啊，就这么念啊。如果会念会背百字明更好。也佛陀有说过，如果你一天念21遍百字明，你这一天所造的身口意的恶业都能够消除掉啊，每天都是干净，每天都干净。没有念经，一开始就学打坐，静下去，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。没有师父指点，能不能够静坐啊？这个静坐倒是不要紧的啊，儒啊、道啊，连练气功的都讲静坐。没有念经就开始学打坐，那你那个打坐的这个范畴，也最多属于这个练气功式的，啊，最多也就属于修养修养，然后闭目养养神，就这种。因为前面讲了，打坐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生出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确实也需要人的指导啊，也需要这个读经啊，明白经的意思，一闻起观，一闻起观，你这个脑子很清晰，这也叫定。你读经的时候啊，心里很明了，这个也叫定。哎。读经的时候心不飘移，这也叫定。念佛之后心不散乱，也叫定。所以定不一定就是盘着腿打坐啊，但是又能盘腿打坐，又能够心又能够定，那最好。文殊菩萨也是提倡我们经常要打坐。若人静坐一须臾，胜造恒沙七宝塔，宝塔毕竟化为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啊。但是呢，你那个坐内涵很重要，所以你要读经啊，要有师父的开示啊，来充实你这个打坐的内涵啊。大家都在做，我也做，你也做，菩萨也在做，内容是不一样的。哎，最近我们在制作一种清洗剂，清洁地面的同时会杀死一些虫卵，我正吃素近一年了，这样做是否可行？请法师开始。啊，这个曾经啊，阿难尊者啊也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来请示佛陀。
他说啊，那因为侍者嘛，给佛陀打扫这个御史啊，也会啊，有一些小虫啊，无意当中被伤害。他请问佛陀的时候，佛陀说是因为你在打扫厕所，并不是你在杀生，就是动机很重要。你的动机并不是在杀生，你要说虫卵啊杀生，那喝水也喝出很多里面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菌都在水里的嘛，喝到你肚子里，你的肠胃酸也会让他们死掉的嘛。但是你如果这样子想的话，连水也不敢喝了。但是佛教佛还是给我们很准确的答案。肉眼所见没有虫就是可以喝的。打扫的时候你的动机是在打扫但是你小心一点，不要故意伤害到他们就行了。至于你打扫过程当中会造成很多的这些你看不见的这些的死亡，这不是你的动机。有人常说，佛以慈悲为本，但人若恨死，马上将器官捐献出去，会影响往生。可怎么做才合法？怎么说呢？捐器官算做好人吧。但是他这个能力上或者他修行上有没有达到这个能不能影响他解脱，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捐器官是很多有这个问题的。不要说捐器官了，你捐钱你还得看好目标呢。你把钱捐给一个坏蛋，你捐给他100块，他买2只鸡回去杀，我看你捐了还有罪。捐钱还要看好呢，要捐给我们三宝地，那可能你有功德，对不对？你在这社会，你要捐钱捐出个功德来，我看不一定。你要想，我是好人，我就主观的，我就捐钱了，那你是个好人。但是能不能产生功德，这要有智慧的。还要看对方呢，对方把你这个钱用到善处，用到功德处，你才有功德。他要用到坏处，他做恶，那你还有罪呢。所以最主要，这个社会要觉悟，要让这个社会的人能变成一个好人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这个世界不缺少任何东西，这个世界人要变好了，大地的精华就会升上来。土地就会有肥，不用你上化肥的，它自然就有肥料上来。天也会降加持，地也会生精华给我们。我们人如果不学好了，那个地，大地的精华沉往下沉，不给你了。天也是，它那不给你了。然后什么呢？灾害啊，病毒啊，都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人，为什么我要提倡大家也要学儒教的东西呢？做好一个人呢，因为必须我们说，你学会做好一个人，人有人的功德啊，人有人的威德力啊。一经一思一佛，还是广结善缘，广学多闻好。因吾定力不够，请法师开示。这个一经一思一佛是这样的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了那你不要紧的。所以如果你能找到这大彻大悟的这个师父呢，那他叫你念一佛念一经，那你就念一佛念一经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我们佛教讲传承，如果你没有传承的，广思多闻，广学多闻，也就是为了遇到你有缘的师父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反过来说，我们佛教在世上如果善知识不存在了，连佛教都不存在了，不要说你的解脱。所以要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善知识，能够传承佛教的人，他叫你怎么样你就好好怎么样，不要自己给自己什么一经一思一佛。本来这一经里就是无量经，一佛中就无量佛。本来这如果你找到这个一位师父，这师父就是总持了三宝的功德于一身的，他就代表十方诸佛的。
哎，一切经典娴熟于心，他就是代表三宝的，他一不为一啊，一为无量。如果你没找到，他连一都不算。哎，你看我们一出家了都喊某某师，但真的能够做师还是不容易的。法师啊、禅师啊、律师啊，都不是随便喊的啊。但现在我们也就慢慢的也就不太知道这里面的意思了，其实不容易。你如果真的遇到这一师了，真正的师父了，那这他代表十方诸佛，代表一切经教。哎，那你他叫你看这个经，这个一经也不是一经，这经就是无量经。这叫你念佛，这也不是一佛，这佛就是无量佛。那当然可以去，如果没有呢，还是应当广泛的文学啊，打一点自己的基础，然后呢，哪一天遇到你的师父啊，哎，你就好好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啊，这边还有一些问题呢，就今天就啊，就到这里。今天法喜充满，今天啊，法师这么辛苦来到温州给我们布施这个法，我们这个十方法界的友情啊，今天都得到法的利益啊，所以非常荣幸，我们温州真的很荣幸这次能够请到传习法师来弘法，希望法师以后啊有时间啊经常来温州啊这个布施法语甘霖，感谢法师来温州。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观在来讲，就呢，为什么要说功德呢？因为佛教里面也是一样嘛，咱恭敬、恭敬、恭敬的了，释迦牟尼佛恭敬恭了，来讲啊，你修持这部经有什么功德？叫流通分啊，大概才会说哦，安尼我来好好啊修改，好好啊保护你的戒体，然后后戒体的话，我来修改，清清净净来修改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要讲功德，第一。
夜书云，多云经说，作阎浮王于人中宝，一切自在，不如八戒十六分一。然后第二条，纪元是云，阎浮王及转轮王比国一前重十六分，故经论中多举为比。所以呢，一共一前重十六分呐、啊，所以说做转轮圣王，做这个世界各王的功德呢，跟今仔日咱受不管世界的功德比呢，做各王是一分，咱受该是十六分，迄是前的多少的比喻。第三，夜书云，善生云，除忤逆罪，余罪皆灭。所以受不管世界呢，除了忤逆的重罪，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。出佛身血，破和合身，破和合身居士破不了。哦，做者菩萨在讲，阿叔你，是蒙面人啊，你破和合身，啊蒙面人破和合身，居士破不了和合身。为什么呢？你讲，为什么居士破不了呢？那是和合身是一个僧团本来和合，结果呢，有一个人出面了，一个比丘出面了，另外组一个僧团，四个人别说戒别力呀，才会破和合身。所以呢。你说一个居士会破和合身吗？没，一个居士不会在其中破和合身。你在僧团里面挑弄是非都不一定会破和合身，因为呢，破和合身一定要是出家人自己别说戒别立养。所以呢，这个要讲一下，不然很容易到最后佛教的名词供出来金刚丹加供加供，在其他各位处理几个题书，说摩尼法师破戒破戒，那到底什么是破戒？什么是破戒？那就是讲佛教的那个名词供出来就简单啊，你就供题书用供。啊，不过呢，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？要依佛经，所以我们讲忤逆罪、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出佛身血，这个都会居士都还会犯到。破和合身是出家人自己的事情。所以呢，除忤逆罪，余罪皆灭的是独了这五条了后，其他的小罪呢，套过受不管斋戒的清净。第四条，夜书云，智论云，譬如软斗将兵，中静无动，见将破敌，一日之中功盖天下。五戒八戒其相同此，良有五但离邪，未能清绝。邦横全境相同无漏，约其乃少，许横则多，故功亦比。第五，纪元是云，欲为生死本，绝欲则超生，故为约淫以分胜劣，时少则不及进行，横多则加比三界，仍断下淫。现在该谁啊？这是大智度论功吼，譬如软斗将兵，这是呢？那说着两阵共战的时候呢，啊，结果呢，那个将军、那个士兵啊，就是无什么力量，啊呢，所以呢，一直四人跟敌人说着，那阵子四人拢无什么成果。但是呢，健将勇猛的将军，一日之中就能够摧服敌人，功盖天下。那一共呢，五戒跟八戒差别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五但离邪，他这里讲良有五但离邪，等于说五戒大家知嘛，是不邪淫、不邪淫，断掉邪淫；不管斋戒呢，断正淫；不管斋戒断正淫。所以呢，基础修五戒，让这样子出果、出果二果。但是如果你受八关斋戒，你断淫，你断正淫，连正淫都断清绝的话呢，他。文佛说法有证三四果的可能，所以呢，无但离邪，未能清绝，不能清净绝欲。但是呢，八横全净，不管在跟他背掉东西清清净净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如诸佛尽行受不杀生，如诸佛尽行受不道。赶快呢，所以给那里不管在改，就是如诸佛尽行受，咱记住一天一日夜。这样子而已，所以如诸佛尽行受不淫，所以给他们赶快，给他是一日夜不淫。那不淫的话呢，为什么说要用六念法呢？因为有六念法来护着这个心，六念持心，你的外在的身业口业就不会有淫的动作。所以呢，
方横全净，相同于他这里讲说无但离邪，就是五戒只是离邪淫，未能清净绝欲，绝除欲望。但是八条的八戒呢，就是全部都是净横，它等同于出家人无漏，罗汉无漏的果位 的修行。所以约期约时间来讲，这是一日一夜，但是取横则多，功德功横来说就超过五戒了。所以呢，纪元纪讲说欲为生死本，绝欲则超生。所以在现在我佛教中，我们佛教最根本的邪见是什么呢？行淫欲非正道法。所以说现在尤其这末法时代，很多菩萨会听到有一些讲说不要紧啊，我们修行然后这样我淫有输啦，会有淫欲的想法，或是说哦没关系啦，不管怎改那个红边红边啊，那是说女穷啊男穷之间的戏恨不用护着，牵牵手抱抱都可以，通通不可以。欲为生死本，绝欲则超生，重很重要哦。欲为生死本，绝欲则超生，超离生死。所以为什么学八关斋戒？不是参加八关斋戒的发挥。我就这样是讲，哎呦师父啊，今仔是八关斋戒发挥，我不是今仔是八关斋戒，麦加发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来参加法会的，我们是真的发心要超生离死，要离开三界的。所以绝欲者超生，故为曰淫以分胜劣。断正淫就是八戒清净的戒法，断邪淫就是五戒，五戒终身时会有五戒的功德，但是跟八戒相比是不能比的，八戒是功德比较大的，因为它断掉正淫，而且后面呢加比三戒，那三条就是不香花漫香油涂身歌舞娼妓故往观听高广大床，那个是保护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离开放逸，那是五戒所不能比的。所以呢这很重要，八关斋戒的是一种超离生死的可能。第六，夜书云诚实云，天王福报亦所不及，地势说记佛指之曰，若漏尽人应说此记。六斋神之日奉持于八戒，此人获福德则为与我等。但是夜书引诚实论讲说啊，天王地势天王呢，有一天啊看着林间有人在修八关斋戒，他就欢喜的，他就说是修机。这个六斋神之日奉持于八戒，像今天的月底是六斋日，如果奉持于八戒呢，此人获福德则为与我，那个我是指天王，就是天王地势的说，你若是修八关斋戒说就跟天王地势说就同样，那佛说没同样，天王的功德有漏，但是呢八关斋戒的功德无漏，因为天王欲界天的天王还有欲望啊，八关斋戒没有欲望啊，那也赶快呢。所以第七，纪元是云，天王及地势是三十三天主故，据论地势先说记，佛方指之，文中引道。纪云六斋神之日为天神下降日也，等于说今天六斋日是天神下降人间的日子。后面则为与我等地势自谓受持八福与己同，佛呵止之，若漏尽人可说此记，则与三圣圣人无漏福等，地势天福所不及也。等于说三十三天主地势天主有一天就说记了嘛，六斋神之日就给那里，还是说平常时六斋日，六斋日那写到修持八关斋戒呢，就则为与我等。他就以为说受持八关斋戒的功德跟天人天主的功德一样，结果佛说不是哦，若漏尽人可说此记，等于说受八关斋戒的功德跟谁一样，跟漏尽人的功德阿罗汉的功德一样，所以则为与三圣圣人无漏福等，就是声闻圆觉菩萨三圣的圣人无漏的功德相等。所以为什么今天八关斋戒爱给各位解释好清清楚楚，安那乞丐，安那纳替，安那观想戒替，乃至安那保护咱的八条戒律，因为我们受持这八条戒律的功德与三圣圣人的功德相等，与声闻
的功德相等，与圆觉的功德相等，乃至与佛的功德相等。为什么？因为无漏啊。凡夫有漏、有垢染、有烦恼的身，今天我们受佛戒，就入了无漏的位置。所以在《梵网经》讲说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，未同大学矣，真是诸佛子。你还当中也在感恩说，众生是凡夫，他是凡夫，按说修佛道的开化，就入了佛的位置，所以叫凡夫身，诸佛位。曰行曰位还是凡夫，但是呢，远其佛果来讲，哎，它是终点哦。所以华严经来讲说，出发心成正觉，所以说虽然咱是凡夫，咱烦恼赶快就挡了，按说呢，只要咱发心，只要咱修佛道的概论，我们就跟佛相等。那个相等是指未来成佛的功德、成佛的可能，通通相等。所以是与三圣圣人无漏福等，地是天福所不及也。所以一般的世间的善神、天人的功德，跟道观斋戒是不能相等的。第八是出自十毗尼译钞，是南山五部之一。译钞云：优婆塞守三规五戒者，闻佛说法得下二果，不正三四；受八戒者，亦正三四。等于说，一般的居士守三规五戒的人，会当听者佛得公法，可以证得初果跟二果。按个呢，守八关斋戒，你就当证着三个跟四个，就是欧罗汉的果位，是这样子。啊，再来是长五菩萨讲的守三规一，一般的修法呢，就是讲外口的修法是跟八关斋戒做伙修，那是各有一种八关斋戒跟五戒做伙修。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我们纳体的时候腰旗，在南山律中定义戒体是这样的。什么叫受戒？第一，有本其事；第二，便该生敬。什么叫有本其事呢？有根本所期的誓愿。我是受一日夜的，我是受进行受的，乃至于说菩萨戒受尽未来际的，有本其事，有一个时间性的。那你若是讲我不管怎样，要五戒做伙团，你要在在时啊冥想出五戒嘛无去啊。所以为什么说八关斋戒跟五戒是分开传？因为体不一样，虽然都是从内心里面四障熏种熏出来的功德体，但是呢，因为你的腰旗不一样，所以八关斋戒跟五戒我们分开传。八关斋戒跟淡三规，我们讲的番茄三规分开传。人讲俗话，较简单的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做伙传传的，啊，戒体是做一分。你要静行修，还是要一工，还是要一年来坐，你唔？